来，别挤上了。十号说有个神秘的大礼物叫我弟弟拿过来了。小何有卖东西了，再卖东西病下来了。这是啥东西啊？你为啥有来了？小鸟，你小火车了？咋了？我卖个东西，有点打扰你了。超感人，该不外接？不接人，直接车。小鸟。前两天跟他在一块儿时，发现一个秘密。啥秘密呀？那反正是个秘密。顺便我就给他买那个礼物。我给他买回去吧。我放咱俩先去吧。他说想你要是再买东西都不想你回俺家了。走吧。拜。十号有他呀。小杨没事了是吧？啊，有了。你这，我整个整个小我可大了。没事。那借个车，买了个东西让我拉一下。来来，拉了。我那个车装一下。来装，拉了。装，再有一半，有一半时间不来了。我开汽车是吧？开汽车啊！我开那个货车。啊，来装了。给小小生，装，我倒是解除了几趟，瞧一瞧。小贺胜利，还用我去不？用啊，走吧。啊，你是给我买的礼物吧？不是给你买，顺带有你一个。啥东西啊？不跟你说，走吧。真大个箱，这是啥东西？这先搬家吧，是不搬家都说了，别太回了是吧？一会儿直接给你用上。这啥东西啊？又是拆去了。你拆开吧，拆开用上就知道了。啥呀？饮水机？不是饮水机。啥？柜子。那又是小的柜子。柜子又真小。你咋老买东西啊？真的是哦，以后来不要拿啥东西了。装没事。哎，这都是你，都是自己的你的家了，都是。啊。你买家。啊，这不是呢。既然都是自己家的了，我都不客气了，那我就拆了呢。拿开了是吧？拿开了你个被子，真是的，天买个被子干啥？不是被子，俩枕头了。床垫儿，当时伸进了床，感觉床怪硬的。啥呀？害怕你睡得不舒服，买个床垫儿。那就是硬了床垫。这枕头也是软乎了你。啊，找一些软乎的，这东西都能想到，找盒。这床大，这床。呀，这管得了这。哎呀，得了这。真不炫了，不炫不炫。这啊，这一套这枕头。啊，这垫儿就有一点小。我都照着最大号买了。枕头装上了。照装吧，照装，这个还怪可爱的。再说。我先走了是吧？我先回去了。要你走啊。啊。来。为啥四个腿没见？你刚买床垫你不试试啊？要不然。你买的床垫不便宜吧？不贵，睡着舒服都行。你骗人，我刚走了。我走了。明天来接你。以后不要乱买东西。没乱买。你给俺家全部换新吧，再买东西。我走了。下回你再买东西。我去恁家的时候，我都给恁拉一车东西。我又不是给你买了，我只是顺便给你捎一个。你不是主要了。哼哼，走了。